如果您再不起床，马上您的打卡就要失败了，这个月的业绩可能就靠这一天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想好，现在要不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呢？想一想，我为你录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觉得我说话应该还算管用的吧？还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半天你都不起，快起床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